底下跟我们讲话都是用普通话比较多，但是一吃东西只要吃到好吃，他就说金币，就是金币，金币好赞，这得得咸食嘟嘟好，他就会这样子讲。对，所以呢，她其实私底下是个很活泼的女孩子，大家不要被她那个平常台面上那种很有气质的样子给骗了。唱啊唱袂煞，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。